奖学金呢，将与我女儿养了一个名字明明。孩子就是父母心中最珍贵的宝石。作为一个母亲，我把我所有的爱、所有的心血和期待，全都毫无保留地交给了他。虽然此时此刻我不知道他在哪里，但是我特别的希望，特别的希望他能够像你们一样，能够健康、平安、快乐地生活在校园里。我希望他能在奖学金的帮助下，享受着学习的乐趣。董阿姨的女儿是不是也特别喜欢吃红烧肉啊？是啊，就是因为雅丽爱吃。哎，什么？是啊，你聋了？看什么看？快吃啊！我一看到小溪，就想起我们家雅丽来了。我想回家。等等，这小凤怎么会在你这儿？这是雅丽的小凤，这是我亲手给她做的小凤，她怎么会在你这儿？这是机警号在路边摊买的。路边摊？出来了，你三个，不能让其他人知道。雅丽呀，是个大叔，是个大叔，怎么可能是个大叔呢？不是应该是个年轻的女孩子吗？你就是雅丽，是。上次那些会上，我就已经认出来了。所以你是故意不承认？不是。为什么？究竟为什么？因为我不愿意。会长，雅丽，我是妈妈。你是不是早就知道我是你妈妈？这些年我长你长得好辛苦，你却不跟我相认，你这样做，你用心，妈妈因此丢了，妈妈的心都要碎了。算了，你走吧。雅丽妈妈知道你在台里受了很多委屈，现在有妈妈在。妈妈不会再让你受到委屈了。还有那些曾经欺负过你的人，妈妈一定会让他付出相应的代价的。从现在开始，妈妈会把所有的爱都给你，我会好好的爱你的。告诉你，我这辈子也忘不了那一天，你把我一个人扔在街上，然后就不见了。听到你跟那个人说。